面塑是一种用面粉加彩以后捏塑成各种人物动物的民间手工艺，又叫江里人、面花，俗称面人，最早起源于民间的祭祀活动，经过汉代至宋代的奠基与发展，在明清逐渐有一部分面塑脱离实用，演变成为单纯的民间工艺。 在明清商业贸易发达的城市中，面塑因其具备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了面塑艺人重要的谋生手段。在上海，面塑的历史也有近百年，海派面塑起始于上海老城乡地区。那么这里集中了很多的一些民间艺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各路马多岛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那么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最早的上海土上文化，这个对上海的民间工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海派面塑就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着面人赵美誉的面塑艺术家赵阔明是海派面塑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阔明1900年出生于北京，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为了养活自己，他曾陆续做过织布、车夫、开口跳、泥水匠等行当。也许是这段虽然困苦但是丰富的经历，无意中成全了他后来刻画人物细微举止、细腻表情的精专工艺。 我父亲呢，从小呢是，就是父母双亡的，他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孤儿，因为他要过去呢一直做些什么修鞋匠的什么裁缝，他都做过。后来为了学门手艺呢，他就在天津拜了一个师傅叫韩亮英，跟他学了半年左右呢，后来这个师傅就过世了，过世了他就自己钻研，他因为很喜欢这个面塑工艺嘛，后来呢他就到。 到大上海，到上海以后呢，因为那时候当时我的外祖父叫潘树华，在上海呢很有名气的，他的面塑、泥塑他都会做，所以我父亲呢慕名呢就到那时候在也是上海南师吧，拜我的外祖父为师，然后呢就他拜了我外祖父以后呢，他的手艺呢进一步的提高了。1956年。 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也就是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前身，在护城地，国家出于集中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目的，将社会上濒临绝境的传统工艺美术民间艺人集中起来。赵阔明就是其中之一。相比于北方面塑的造型夸张， 海派面塑以细致、优美、婉约、精巧、造型逼真为自己的特色。海派面塑的题材一般以人物为主，也有以各种家禽、野兽、水果、蔬菜以及小昆虫为题材的作品，通常小巧玲珑、逼真动人，体积不会太大。 制作面塑的主要材料有白面粉、糯米粉、盐水、蜂蜜等。制作面塑必须使用原面，把60%的白面与40%的糯米粉混合在一起，用浓度达到饱和状态的沸盐水和面，并用力揉压。面块揉搓好以后，压成饼状，放在蒸笼里。 蒸半个小时。工具八法是指采用特制的工具，如靶子、古针、小剪刀、小梳子、毛笔、镊子等。面塑中的手掐八法包括揉、捏、搓、捻、拧。
挤、掐、拉。老师教我们做面人的第一步，就是要掌握一个娃娃。这个娃娃包含了整个那个面塑里边主要的那些技术，像爬娃的脸，我们称之为开脸，就这个娃娃的脸是开脸。那么会用到刮子，就是我们面塑里边一个专用的工具，弄一个刮子去挑他的眉毛啊，开他的眼，然后给他上眼睑、下眼睑，然后用刮子尖尖的那一头把他的鼻梁啊，从没有到有把它挑出来，再做加法的一个工艺去填充。爬娃通常是面塑手工艺人们在入门后的一个必修样式。捏制的过程按照脸型、眉毛、眼睛、鼻子、嘴、头发、上半身、下半身和两腿、上衣和两臂循序进行。基本上就是面塑做人物的那个全部的技巧都在一个娃娃身上你可以得到实践，就是这是做学面人必须学的技巧和那个等于第一步的功课，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做爬娃，就是能够考核你是不是已经入门了。就是你一个学生，如果他爬娃可以通过了，那么代表你面塑就入门了。爬娃的制作其中体现了赵阔明所总结的工具八法和手掐八法。当年在我少年的时候就考进了上海市静安区少年宫的那个面塑组，教我们的老师就是赵阔明先生。我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老师教我们的是拿来了一本书，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苦与甜，他教我们要学做面人，第一要学会做人。老师教我们就是你要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边，就是老师的那些话和实际的那个榜样，给了我们就是一生都是享用不完的财富吧，可以这样说。就这样，一堆面团就被精雕细琢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爱不释手。赵阔明的面塑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以传统戏剧和神话传说为主。经典作品《二进宫》截取了传统京剧剧目《二进宫》中的一折，面人作品描绘的就是徐延照和杨波在李艳妃的后宫龙凤阁中言辞进谏的生动场景，人物形象饱满，神采奕奕，呼之欲出。面部刻画细致，衣纹简练概括，神态生动，色彩鲜艳丰富，被誉为是立体的画，无声的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老寿星是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题材，作品中的老寿星长相福寿，一手执葫芦杖，一手捧仙桃，
白眉长须，衣袂飘飘然，一派仙风道骨之气。与他对应的那个孩童手捧大小两颗仙桃，正抬眼望向老寿星，表情稚嫩可爱，一老一少在这幅构图中相得益彰。尤其是老寿星服饰上的精巧花纹，时至今日，透过它，我们仍不难发现赵老当初灵巧的构思和扎实的技艺。那么他自己为了更好的捏面人呢，不但自己去看，他自己想学京戏，能够唱京戏，能够更了解那个每出戏里头的内容，他的讲的是什么，他表现是什么。为了更生动呢，他就去学唱京戏。那么那时候呢，因为他那时候小时候没学过画画，没有绘画的基础，那么他就怎么办呢？有时候看了京戏呢，回去就忘了，那就动了脑筋。进了脑子里头呢，过了几天可能会忘，那么怎么办呢？画嘛又画不下来，那么他就想办法，就把那个面粉，各种各样的面粉，或者有颜色的或者没有颜色的，就带在自己的包里头，一边看一边在手下这么捏，捏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他唱什么他就底下捏什么。等到这个戏结束了以后呢，他就捏了好多一堆面粉人，等到带回去以后呢，就作为一个素材，以后作为参考的一种内容。你经常你打了你还是能够去看戏，替你生活，有了生活了以后，侬才做得出一些高境界的、有的真实的思想的这个作品，能够做得出来的像。侬要做一个名人，要想做啥个么子，要像啥么子，而且呢，就是讲侬要把一个精神面貌、思想感情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比较难。我的邵老师呢，就是讲对京剧老精通的，自家会得唱，还会得做。后面我们做这什么京剧的武功的姿势，他就摆了姿势给你看，你就照他的姿势做，就是老耐心老耐心的，不是像人家不耐烦的。哎呦，侬还不见我囡恩会得做，对吧？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京剧方面的功力。有这个感受，所以他做的东西就把京剧这个舞台上都做的东西都做活了，就等于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矮板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他做的东西得到各方面京剧界包括京剧界这个名演员什么一看就是很佩服。这个面人的一招一式啊，都是跟京剧舞台的这个功夫都在这个面术里面体现出来了。这套作品以石库门为背景，表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儿童生活，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的表征。这件作品由春、夏、秋、冬四部分组成，一代一代的孩子经由一年年的春夏秋冬长大成人，但却永远不会忘记童年时在弄堂里度过的美好时光。春天里放风筝、捉迷藏，夏天里跳绳、滚铁圈，秋天里踢毽子、玩老鹰捉小鸡，冬天到了堆雪人、放鞭炮，好不热闹。这组作品中的道具也特别多，油桶、藤椅、马桶、黄包车等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生活。那时候我们初中毕业，我跟陈玉两个就跟赵老师说了，说我们到研究所跟你学面人去吧。那么但是赵老师说呢，说你们还年轻，多学习文化知识好，还是你们先考高中，等高中毕业了以后再跟我去那个学面人。结果上高中的时候就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开始嘛就多上山下乡了。上山下乡那时候
我到了农村以后，那时候农村以后，因为整天跟土打交道嘛，那赵老师就有一天，我很突然的就收到了一个邮包，从上海寄来的，一看是赵老师给我邮来的面粉，还有那个那个画册，那时候是《富春江画报》吧，里面有那个连载的那个人体解剖的那个画册嘛，一共有七本，赵老师把它收集起来，给我邮到那个黑龙江。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的，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想过其他念头，我说我要以后做其他工作什么，从来没想过。罗汉面塑是荣枢之的面塑代表作之一，各地寺院里的罗汉它都有设计，形态因地域不同差别较大。他捏制过无数罗汉，得意作品有龙华寺罗汉、东山罗汉、昆明罗汉等。我就吸收了那个雕塑里面的那种做法了。然后因为他那个衣纹呢，他的衣服是非常华丽的，他那罗汉他穿的三层衣服，就最里面一层，中间一层外面还有那个袈裟披的，那么因为他都是丝绸的，就是根据他那个人体的结构的那个丝绸，他的皱纹就全都是在关节的那地方，要是没关节这是直的，皱纹一般衣服皱纹都是在关节的地方表现出来，然后就得把那个他那个衣纹就做成他那个垂直的那很飘逸的那种感觉，而且三层那衣服做里面就是里子又是另外一种颜色，所以就这样一层一层做下来，看上去非常华丽非常漂亮。陈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多和清雅飘逸的侍女有关，他尤其喜欢敦煌壁画中飞天的形象，反弹琵琶飞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人物立置在 S 型的云状支架上，左脚支撑，右脚屈起，左手伸展按住琵琶品位，右手从头后微伸反弹琵琶，整个作品色彩柔和丰富，无论是浅橘色的飘带还是嫩绿色的长裤，都凸显了飞天的轻盈感，衣饰的纹路极具动态美，仿佛腾云驾雾间一阵微风吹过，飞天身上的花朵缓缓飘落。其实这些老艺人呢，因为过去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限制，他们在表达或者在传承这个艺术当中呢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传承当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老艺人呢，他们都是只能够意会，传承到就是靠你意会，靠你去领会，但是他呢很不善于言传。那么现在有些改观，就是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比如说现在有从大专院校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他们有这方面的能力了。最初其实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觉得面塑就是跟美术相关的，然后接触了以后才发现，海派面塑它不但是一个手艺活，它更加适合那历史故事啊、美术啊、雕塑都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它非常有魅力。它是一种艺术的载体。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更多的一个挑战是说，哎，这个技艺在我就是传承了老师的一些很棒的一些技艺的同时，可以有一些大胆的这种创新和突破。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说更多的这些民间手工艺会更具有生命力。那以前在我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老师更多的是真的是作为一种传承，非常认真，就是说教一个手教一个头可能就
要练，我们的小朋友练一个月两个月，那可能现在反过来到现在的一个培训的环境来讲，那么如果还是依然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承，那可能会被市场所不允许。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触是说，更多的东西是从兴趣入手非常非常重要。海派面塑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传人，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和重视。我们期待这出颇具艺术魅力的民俗瑰宝能绽放出更娇艳的花朵。